程车是台湾的重要交通工具，你觉得司机比较喜欢载到女客还是男客？我觉得应该是女客。女客当中喜欢载到人还是鬼？我想是鬼，增加一些生活的你知道情绪。欢迎五位来宾，好，你们好。载到你这种人最好了。时而消失，对，而且可以谈论一些不是人世间的事情。他最近被测出来智商58，那是不高吧？是啊，一般人的标准是多少？90到110左右。所以怎么测？他有一个图形，然后就会让你不停的去看那个，然后让你写答案。但是因为那天我迟到，你加一点多少？然后所以我全部都写一样的答案。想不出来吧？你加一点多少？二。12+8，好难哦，20。我自己还想了一下呢。我觉得我今天还蛮开心的，就是说，如果我的智商只有58，然后我还可以跟大家在一起工作，我觉得你看我付出多少努力，是不是值得赞？因为我们一直在配合你啊，一聊聊到降低智商。好吧，那真是委屈你了。好，除了五位美女之外，还有两位先生，今天他们作为男生的样本哈，欢迎你们两位，欢迎。可是你知道，如果我是司机啊，我会宁愿载到他这种像鬼的人，也不要载到是个性像鬼的林怡蓉。林怡蓉个性像鬼，因为你知道我刚才走进棚内啊，然后就跟大家打招呼，就说哎什么什么，然后就看到他就这样。我从刚刚从来到现在哦，他都没有讲过一句话。因为他是一个文静的人，他对啦，他是你知道我，因为所以我的外形是这样，应该就是我宁愿要你，我也不要要他。你们四个女生有谁愿意把位置跟他兑换，以免他一直被晾在旁边没事干？我愿意啊。真的吗？对啊，我也可以啊，我可以玩草，不要啦，因为我怕没话聊。不要乱过来，很容易让他晾在旁边呢。好，那你有麻烦你。他刚说话了，他刚说话了。我在这边很好。你想要自己一个人想些事情，对不对？你不想要打入我们这边的世界吗？这个好可爱，在哪里买的？好可爱。好了，不要再讲这些了，假装怜悯式的社交谈话。是车子耶，真的。对呀，今天我们的主题不是车子吗？好贴心哦。对呀，所以你很认真的，认真。你有搭过计程车吗？台湾的有啊。英国的呢？也有。对。英国计程车很酷，很可爱。我一直想要买一辆英国计程车来台北。买啊！可是不知道要干嘛。对呀，我你不觉得伦敦计程车好漂亮？是很漂亮，就是黑色那种感觉，大大的，很像在拍电影。可是好贵哦，坐起来好贵哦。对，坐起来很贵。而且英国的司机非常的刁难，对，而且很凶，然后他故意装作你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像着康熙没有在英国播，所以你们就这样子。没有，因为我以前去英国留学，就吃那个司机。你哪有在英国留学？有，你只不过去过英国而已。学到了什么？因为我们就搭计程车，然后一天到晚下雨，根本就招不到计程车。然后好不容易招到一条，我们就上去。然后我们住的地方叫 Holborn， 然后我们就上去，我们就说不好意思，我们要去 Holborn。他说 Where？ 然后我就说 Holborn。他说 Where？ 我说 Holborn。他说哦 Holborn。哈哈哈哈哈！就是这么人我哪会有英国腔？他就不能就假装听得懂吗？他不能，很刁难。好，所以你认为这五位美女当中，上车司机会今天感觉到高兴的是？我觉得钱伯瑜吧。啊，钱伯瑜会高兴。年轻，然后又感觉蛮健谈的。洪柏荣会高兴啊，因为他很艳丽。因为你知道他，可是我上计程车就是那种什么红白塑胶袋、披头散发，然后穿着拖鞋这样子啊，一定都是赶。那恐怕就还好，因为我们都自己开车惯了。你会坐计程车，一定排行榜第几名啊？第二。第一是谁？佳杰，熊佳杰。哦，那个李罗的太太。对，对，她比你漂亮。你是发自内心的吗？因为熊佳杰第一发，他是马上完全连一秒都没想，好不好？洪柏荣很漂亮啊。可是因为熊佳杰第一次上康熙，我有吓到，想说怎么会有路人这么漂亮？他是妈，他不算，他其实那时候是购物的妈。他以前是购物，他是妈。那你是真的路人吗？我是路人。那你算漂亮。你之前的工作是什么？之前老师，英文美语老师。哦，那真的是一般人。林怡蓉在想事情。林怡蓉 ，Hello。我们现在在录影当中，不是他没有人气，他没有办法参与这个话题。哎，在录影当中这样任意的放空，算是蛮没礼貌的吧？不会，他不是在放，我想他有在听。我在听，因为我
中文速度没那么快，我再慢慢消化。他脑子有一个口译机，要帮他翻译过来。所以我们刚才在聊英国的计程车，你有同感吗？有啊，有。所以司机不好对付，因为他们通常都是印巴人在开的，那么是司机，像自己本身的英文腔也有一种口音，所以我们双方都听不太懂这样，所以都会有问题。那为什么要下了车才付钞这件事？有吗？在什么意思？就是有流行说下了计程车才从窗口付计程车司机钱。有吗？他们是有一个小窗口在那边，找不开跟这有什么关系？因为有时候一张，有时候客人会给我一张1000块，他把它都找，没办法找。哎，你如果搭到车，对不对？对啊。你如果搭到车，司机长这样子，会继续坐这辆吗？会，没有办法接受。我会做哎，我一定要想知道他的人生故事是什么。因为我都跑晚上的，啊，留一点胡子比较不会被客人。没有，重点是学生头哎。对啊。而且我要去哪里讲？她是个女生，她是个女生，你是女生。留点胡子，晚上比较不会被客人骚扰。OK。对。好新哦，这个造型。司机有戴袖套吗？你这个有个性吗？你这个新角色啊，有啊，就很热心啊，很喜欢跟大家聊天。他的人生故事，他先生还在吗？啊，他先生没有，他现在单身，他现在单身，还没有结婚。对对对。你爱聊什么样的话题？啊，就是聊一些比如说开车遇到一些。那如果客人跟你聊政治，你会想要打断他吗？我们不太会主动跟客人聊政治，因为我们公司有规定。你是那个车队的。对，我们公司有规定，不能说主动聊。你是什么公司？妹妹头吗？这个公司吗？那如果司机看中你的美色，就坚持要多付你小费，收不收？当然收了。就说120块，他要给你150，不要找，这样收吗？当然收了。客人如果想要多给我们就。那如果客人上车竟然没有坐去后座？而坐在你的驾驶座旁边，你愿意让他坐吗？那应该是缘分，他可能想跟我聊天，我就跟他聊。哎，应该没有人上车的时候会坐驾驶座旁边吧？不会，不想。我坐过一次，哎，你坐过吗？因为超赶时间的，我是在那个红绿灯停的时候，我从后面然后赶到前面去坐。我说，哎，你开快一点，我真的很赶时间。所以你被计程车司机认出的几率多高？60%吧。认出来之后，他们就会讲八卦，他们就会聊八卦。真的，你说你一上车就会有人说郭先生，不会，是他们看到后照镜之后反射之后，他们才会认得出来。然后交通不会说我打电话就认识。我被认出来啊，就有一次被认出来的时候，就是司机会放我们的 CD。然后一边开车一边跟我们带动唱，然后就有一司机有你的 CD， 他带动唱的车子嘞，他是让他自动驾驶吗？灵车啊，有时候就会放开一下，比如说我们动作是这样，他就这样子，哦，你那个歌动作是这样跳的，所以他会跟你讲说椅子底下有一个铃鼓可以拿出来用一下。没有，他有时候是有小孩的人，他是有小孩的人，他常常陪小孩，他可能身上载小孩，就需要常常陪他们玩这个。那你需要热情的回应吗？当然要啊，没办法，这是我的工作，被认出来就是要非常的。尤其他们是焦糖哥。我觉得焦糖不好认吧，焦糖如果戴着棒球帽什么，应该没有人，怎么会认得出来？对啊，就是你是头发抓好了以后才对，抓好的时候才被小朋友有挂名牌吗？啊，没有挂名牌，上计程车。然后你跟司机讲说，哎，司机大哥，我要到民生东路2段，这样子吗？没有了，好，欢迎各位请坐。你知道有一次我超尴尬，我上车，然后是那种无线电的，然后一上去那司机说就拿那无线电，也没有要跟我讲话，他就自己这样拿了，说我明星哦。哦，金茂杰明星坐在我后座，然后我说你要嘛你就直接跟我讲说，然后他就没有一直在那边聊天说，哦，那些小 S 啊、翟亚伯、那些基美啦，然后我就想说这么受不了，然后他说，哎，你来跟他们讲一下话，那你广播，然后我就说，哎，你好，我是小 S。气氛啊，那你有没有跟他讲说不要再这样了？我不敢啊，因为我就是以装好人闻名的。那万一说他唱个歌，我就会硬着头皮唱。还带动作。所以柯以柔被认出来的比例是还蛮高的。真的吗？而且我对啊，我现在去中南部，我有一次就是到那个台中的高铁，然后就搭了计程车。他上去之后，他就说啊，看了也是从后照镜才会认出来你是谁嘛。他说：“哎，你是不是主持那个美食节目的那个柯以柔？”我说：“对啊，马上打电话给他太太。”哎，我又载到柯以柔了。他就说他不止一次载到明星。嗯，然后马上讲的时候，他就跟他太太讲完之后，他就跟我讲说：“啊，温某吼嘛是盖笑脸呐。”然后想说，司机大哥，你看起来已经有大概50岁了耶。但他就说他老婆跟我差不多。温某盖笑脸意思是说他也可以跟你交往吗？
我也不知道，他就开始讲起，然后就开始讲他的爱情故事，就说他以前怎么跟他太太认识，因为他就说他前妻过世了，然后他什么他跟他太太写塞吧盖五 N 婚啊，然后就开始讲啊，然后他就说啊陈秋丽啊，是不是啊你今嘛是要去倒去吧，就是他会一直跟你聊天。那你要把眼睛望向窗外，露出不想继续这个谈话神色吗？也没有，就看着前方但放空。会趁机拿出手机来假装在讲手机吗？会拿出来看有没有人要打来，不敢主动去播是不是？会，其实我会播给那个等一下的工作人员说，哎、欸，那我们等一下是不是等一下再接？他到，然后讲完之后他说，哦，所以你带你的媳妇去下去了，哦，我知，就也可以从手机当中听到聊天的讯息。对，因为他可能就是已经很 focus 在你身上，所以你讲话内容，他就是把音乐关小，然后听你讲话这样。对，所以你们七个人有种跟司机说，我现在不想聊天。有啊，会有啊，直接当面讲。你们会直接讲？直接讲。可是我觉得这个要是你一上车要马上先跟他讲说，没有，他也说我也不想聊天了，你直接讲这样不好听。他说我不想聊天，直接说我没有跟你聊天，谁跟你聊啊？对呀，这太没有礼貌了，是谁嘞？没有礼貌跟他讲说，哎，不好意思，司机大哥，那等一下麻烦快到的时候你叫我一下，我想要小眯一下这样子。我有一次被拍腿。因为我戴耳机听 iPod， 然后就闭着眼睛这样，然后有人拍我腿，我就张开，他就说，是不是要到民生东路二段？他跟我讲了三遍了，然后我就一直，他现在受不了就拍我腿。我车上都可以吃东西吗？有一次我吃肉包被骂好惨啊！我觉得要看包装了，而且要看那个司机会说请不要用餐吗？有一次我就买了肉包，然后后来上车吃，然后吃到一半他就说小姐，请你不要吃肉包，他说那味道非常的重。然后我就说，可是我就不敢。那你要不要分他一个？没有，我就只买了一个。我想说可能是这点惹到他了吧。然后最后他就把我赶下车，哎，啊，这么夸张啊！那你要收他计程车费吗？就是我要给他钱，然后他就不用了，然后就很凶的把我赶下车，因为他可能觉得他饿了。哦，超夸我不知道，他就说那个味道很重啊，然后我就在那个人潮非常汹涌的那个仁爱路圆环那边拿这样半个肉包了。那应该是香的吧？如果可是你们对啊，你们如果吃很香的东西，不会觉得司机就是很痛苦吗？吃便当什么还可以啦，便当，等，然后上计程车，我就 Seven 的便当或者什么便当就打开就吃啊，还可以喝养乐多，可以吗？都可以。我觉得你不会不高兴。我还可以化妆，什么都可以。所以开车很辛苦吧？真的很辛苦啦，因为我觉得开车是你那个注意力要很集中嘛。啊、而且还会怕会有罚单，而且最讨厌就是那个机车骑士。开车辛苦还是在康熙来的做仰卧起坐辛苦。我不过我们在啊，康熙来是什么名言啊？就是这个节目、啊。这个节目、啊，仰卧起坐。哎，在康熙来了干嘛做仰卧起坐？就从节目录影开始到结束。那这样不是很奇怪吗？然后我就说录节目，然后一个人在做仰卧起坐。不会啊，节目就是很多遍啊。那会不会从头到尾都没有 take 到那个做仰卧起坐？也是有可能。也是有可能，你就让他练身体这样。对对。好，那你说哪一个比较辛苦？应该是做仰卧起坐比较辛苦。对啊，那就先开始吧。啊，那很辛苦，还要做那个、啊。至少让你锻炼呢，磨练一下啊。现在是不是？加油加油！拿着方向盘哦，仰卧起坐。哦，这样子。不错哎，很顺，其实 OK 了。好，不要停哦。这样在健身啊，继续哈。好。天哪！被司机称赞过说你好漂亮的举手。可是认出明星还是没有认出过。林一荣，好，对不起。对啊，你有没有看我跟他是没有听到这个问题，在讲再翻译一次好了。我没有。说被司机称赞你好漂亮。我都会戴口罩跟帽子坐计程车，我刚刚来的时候也是都口罩帽子。为什么？对，因为现在怕被司机称赞好漂亮。现在怕感冒嘛，然后又觉得有一个安全感。戴口罩，所以你是很怕司机跟你聊天？对，我非常，而且我的耳机就是大耳机那种。你觉得一个司机看到上车的客人戴口罩跟帽子，再加两个大耳机，会高兴吗？很有距离感，就好像是他上了一辆瘟疫车。就是怕他们找我聊天。那你上车之后，你会跟他讲你要去哪吧？会。不然，等一下马上开始。所以另外四个都被称赞过漂亮，有，而且还就是我们从电视台出来，然后我进了车之后，他就会问我说啊，刚刚是发生什么事情吗？啊，有没有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什么意思？然后说什么意思？
哎，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例如像火灾啊，或是什么有抢劫的啊？我就说，那为什么要问我？啊，啊，你不是主播吗？啊，你不是就是那个什么谁谁谁主播吗？你有点像一个主播哎。然后其他角色我也不认识谁，然后他就说，然后他就一直逼问我，我就说我不是啊。哎呀，你们很辛苦哦，听说那台风还要演哦什么的，他一直在那说啊，你们演都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怎样？就他一直问我，就说我真的不是主播，很抱歉。他说：“可是你应该可以当主播哎。”然后他又开始跟我扯别的。对，我们康熙的工作人员来上班之后讲说，他坐电车，然后那司机说你要去哪？他说中天电视台，然后那司机就开始跟他聊中天的节目。哎，对不起，哎，倒车了。哎，把火哎，把拍谁哦？来来来，小心小心，你们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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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弄掉啊！你讲讲来，哎，机关嘞哦，来。啊，刚你说那个很虚拟，工作人员。我忘了，现在告诉你。对，中天电视台的工作人员。然后他就说，那个司机跟他聊中天的节目，然后就说啊，你知不知道康熙来了？他就说知道，然后他就开始大讲我坏话，说我最讨厌那个小 S。然后他就说有一次我载到他哈，他就在车上大骂助理很没有礼貌，然后我就想要跟他讲说骂助理的是大 S。很重。因为我私下就是一直在装好人，我怎么可能会骂助理啊？也有司机称赞你吧？很少，以前小时候也是我去坐一个车，然后我说我要去上什么电子琴课，然后就开始跟我大姐聊天，说我们电子琴要考级数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她就都安静，然后桂华就突然从后照镜这样看着我说，小姐，我已经当司机当了这么多年，没有见过一个比你更爱说谎的人。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他说你不要以为我没有弹过琴，他说你们电子琴根本就不是这样考的，你真的很会说谎。然后我就想说关他什么事啊？好了，我真的很爱说谎。哎，你们会从后照镜？我们也是会注意跟他对看吗？对，会。那眼神对照不是会很害羞？尴尬哎，没有，你要看他有没有在偷看你，你知道？有时候他一直这样看后照镜，其实会害怕。可是后照镜的角度最多只能照到腰左右吧？还是会到腿？应该没到这么多。没有吧？大概到这边以上吧。应该是胸上。有人的后照镜这么大，这么大一块。哦，对，那个大块就可以照到，就是你们两位开车应该都会偷瞄后面的人吧？我后面如果有人才会瞄，没有人就不会瞄啊。有鬼啊！我觉得有一个状况，在坐计程车的时候，双方都会互瞄，就是在开车的时候，那个跳表跳很快的时候。对。跳表跳很快的时候。没错。你可能在看书或者看外面看一看，你会觉得说，怎么频率变那么快啊？还是不会注意有什么频率变那么快，你就注意看一下，看一下之后，然后看司机看是不是他动手脚，然后司机这个时候他就会回看你一下。没错，对，真的。那就回看一下，这样不是很尴尬啊？可是因为真的有时候你会觉得他突然就被噔噔噔噔一直在跳啊，很奇怪，对不对？好奇怪。其实那个其实是动不了，只是我们消费者我们不知道那个频率，不自觉就会有这种对，会觉得滴滴滴那个好快哦，我们没有跳多少钱。对啊，就是你从后视镜看他，你就觉得他跟那个照片上长得不一样。对，很多不一样。你就觉得他是用别人的证照。多事哎。然后就会一直看，一直看。可是真的有，这是要注意的，真的有，因为是安全问题啊。所以会开始被看一下他的名字吗？对。然后有时候那名字太特殊的，你就会觉得那是假的。然后就觉得哦，我想要下车，我不想坐。像我上次，我就会名字太特殊，就是很奇怪之类的，就没有，就是比方什么客什么姓的名字，姓很奇怪，就很穷。像有一个名字很特别啊，就是叫崔建雄，这不特别啊，崔金雄啊。就要开车，代表开很快，好冷。建雄是一个很正常的名字吧？请你自己上尾。对不起大家，我会忍不住注意司机名字，因为有些名字真的好有趣。对对啊，我觉得他们现在都用那种艺名的感觉。没有，上做到一个叫假皮球的。可是我就一直打量他的长相，就是我就问他，就是说你为什么叫皮球吗？贾先生，你真的叫皮球吗？好可爱，你可以称赞他。可是因为你若不求证，你会觉得，但是我就会觉得，然后说假皮球，我要被丢下。不是，那万一他说出一段悲伤的故事怎么办？你就要收场。假皮球会有什么悲伤的故事？假皮球是没有，没说家里买不起真皮球吗？我觉得现在很多司机大哥他们的名字都用，甚至是艺名，像那个公车，我们在开在后面的时候，有没有？以前是三个中文字，现在有那种 Michael Chen，
有。有，现在有 Johnny 什么的，有 Johnny Chen、Michael Zhang 这样，对，好洋化，很有趣。那是因为他们的年龄层已经年轻化了。对，那你们会不会搭车搭到一个你觉得你说出口的时候，这明明就是一个万人皆知的地址，然后说出他就一副没听过的样子，常常有会吗？像什么地方你们觉得是万人皆知的地址？这里啊，这里不是，这里没有很有名。那中式呢？麦当劳呢？那么多吗？哪一个？全博宇，你遇过讲什么地址？我记得好像是敦化还是哪里，那边路是比较乱。敦化它不是敦化，有的时候难懂，比方说碰到四维啊，或者是对对对对那一类的，他就找不到。因为我是路痴，其实我对那边路也不熟，虽然我开车，但是我不知道，所以他找不到我也找不到。然后我说那我下车我换车好了，就换台车。OK。可是可以会发脾气吗？你会不开心哎，因为我会觉得你是司机，你怎么可以问我？尤其是那种轿车呢，你都会跟他讲说哦，我要去哪里？那你竟然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来？对啊。对对，而且轿车他们会有个状况，就是他们去他们以为我们说的那个地方，比如说有一次我在市民大道跟那个延吉街。那边有很有名的火锅店，对不对？但是我不是在火锅店，我说我在旁边的那个烧烤店那边，我在门口那边等你，然后我需要两台车这样，然后我在那边等了大概十分钟，然后他打来说，哎，你在哪里啊？你在兜围啊？你在兜围啊？然后我就说没有，我在这个烧烤店这边。我说是哦，啊，我们两台车现在在那个火锅店那边，你不是说火锅店吗？我说对不起，我说烧烤店，我不是说火锅店。哦，是哦，啊，现在怎么办？你要过来，我要过去。我说那当然是我过去啊，你过来要多久？对啊，然后我一到的时候我就上车，然后他就说，哎呀，你们不能这样子叫车乱叫。我说我是真的，我说我在烧烤店，我不是在火锅店，火锅店很有名我知道，但是我不是叫火锅店 ，OK。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讲一大堆之后，然后我就在他面前，我就打给那个谁，打给他们的那个老板吗？对，那个台，对那个台。然后我就说，哎，对不起，我现在在这个市民大道那边，我大概在五分钟之前、十分钟之前我叫一辆车，那现在。司机走错地方，他一直在骂我，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对不对？然后我就挂掉之后，然后他电话就响了，然后电话响之后，他好像被臭骂一顿，臭骂一顿之后，然后他说：哦，对不起啊，没关系啊，那我们这样子吧，小事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好不好？那我们就当作是就是交朋友了，好不好？我等一下再本来八折嘛，然后你到家我再给你多七折给你这样。哇，那要男生才可以，那你就约他去跟男生们一起吃饭啊，家里面小圈圈，吃完了，多艳福好。这种事也要谈判吗？对，而且不是，因为他很烦，他在车上一直在念，一直在念，一直在念。其实我是很喜欢跟司机聊天的人，因为你想想看，一个你喜欢跟司机聊天，那万一问你演艺圈的八卦，你都讲吗？如果他不认识我的话，我才会跟他聊。你到底泄露出去多少事情？对，我没有说什么事，我什么事都不会讲。可是他如果不认识你，他怎么会跟你聊演艺圈的八卦？我如果在电视台上车，或者说我他如果不认识你，然后他就说哦那个小 S 哦好三八，三八要死，你要怎么接？不会，通常外面有十个，有九个五，九个五以上都会说小孩子漂亮，对，就说她漂亮。我说谢谢。他们现在知道你心灵脆弱吗？不是，因为在一个小小空间里面，有的司机开了十多年，那就是他的人生呢，对不对？真的。其实有很多故事是可以知道，可以聊。你们有认真的跟司机吵过架吗？就是有一个司机，我一上去啊，他就开始跟我聊 A 片，他就开始跟我讲说 A 片，他听说啊，新加坡有一个女生很厉害哦，然后就跟我没来由的，没来由的，对，他就突然哼哼哼就开始这样笑，然后就说，哎，我跟你讲哦，那个啊，新加坡有一个女生很厉害哦，然后我以为是什么女生很厉害，我就说哦是哦，那你知道他拍那个 A 片啊，然后什么，他就开始描述那里面的内容啊，说你知道吗？他马拉松似的，我知道，我有看那个，就是多少个吗？你知道他还问我，我就说什么多少个？好像一千个是不是？啊，好像一千个的样子。他说三百多个还是几个，反正很夸张的一个数字，我忘记了。同意。然后后来我听到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整个火已经上来了。然后就说我不想跟你讲这个事情。然后来他又开，然后还自己在讲说，哦，我觉得他很厉害什么的。然后就说我想下车。他说啊，聊这有什么关系嘞？我说你的鬼嘞，聊这当然有关系呀。我说我觉得你已经侵犯到我的自由，我觉得性骚扰哎，对，就是性骚扰了。我说我要下车，可是他也很绝，他就让我下车哎。我还以为他会把我开到山上去，然后把我灌一口气。我觉得你这样太危险了，以后女孩家还是不要做这么危险的事情。那我要继续听他讲那个吗？没有，你就跟他讲说，先生对不起，我想要下车。那你的方法还不是一样？我跟他下车还不是一样？疯掉了，这还不是一样？疯掉了，什么意思啦？他起错
冲突了，你知道吗？对，他是说前面不要讲那些话，说什么我不喜欢听你跟我聊，就直接就说我要上，因为这样比较安全。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说哎，我忘记一个东西了，所以我要就找一个理由，因为这样太危险。为什么？因为我曾经被带到山上过，我就有一次从浴室出来。你们干嘛？这样比较近啊，然后最后没有参与感。最后呢，你们是欺负林依蓉都没有镜头，所以你们在后面。对对对，谢谢。然后他带镜头过来啊。然后他就说，你是那个儿童节目主持人哦，就很久以前。我说我不是。他说你是，我说我不是。他就一直往山上开，我是要去市区的。开到那个快要到那个垃圾场的时候，我说你现在要，请你赶快送我下山，要不然我马上就跳车。那事情就会严重。我说我不是节目主持人，但是我是一个女警察，我就骗他。你骗他说你是一个女警，看起来不像哎，你像蛮像，像是收尸的，有没有？欢欢，你很可怕。你说你是女鬼不是好一点？女鬼他怎么会相信呢？他当然不相信啊，会以为我跟他是一样神经病，因为我觉得他是有一点怪怪的，精神状况有点怪怪。你说你是女警，这更难收场吧？因为我是女警，所以我要跳车。如果你再不带我下山，我就要跳车。我是司机，我绝对让你表演跳车给我。然后他才很紧张的带我下，因为他就是怪怪的，就对了。所以我从此以后，我就觉得碰到司机如果怪怪的，就对他们礼遇一些，顺着他的情绪走，不要在那边，千万不要有，不要以为白天就是安全，白天不见得安全，所以太危险。可是你们会遇到帅的司机吗？会，没有，有也没有经验，非常帅，而且很酷，不讲话，而且他车改得很漂亮。对，那种都是有改造，然后那安全带没有。他说他都不讲话，一直都不讲话，很酷。然后他说，你是欢小姐。我说对。他说你的头发很漂亮。然后就从此以后没有再讲过话，对不对？到了下车之前，你可以帮我签个名吗？我就觉得你长这样，怎么会像是跟人家要签名的人？我就觉得很怪呢。所以就是连帅哥都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没有，并没有，因为我不是那个吗？你知道的，什么鬼吗？所以总是会偶尔有一些人会。就是有灵异体质，但是如果我的司机，我会主动跟他要他的手机。我也会，怎么可能？真的，就是说跟他要再叫，在一起吗？不是，改天再叫他，就是让他赚钱嘛，就这个意思啊。对，那我也会。你们坐计程车的时候，如果你们正在搭乘的过程中，他跟别的车子发生一点擦撞什么的。你们会好好留在车上陪他处理完这事情？我会。还是你们就逃走了？我会。上次看照理说应该要走啊。对。你会留在车上？我会先在车上，因为他一定会先下去看嘛。对。那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我就劝他说啊，算了啦，或怎么样之类的。那如果很严重了，警察来了，那你当然就离开了，不然你还等他处理完。因为照理说乘客是可以立刻离开吧？要不要放下钱？可是看有没有付钱，应该要付钱。当时跳的没有？要放签名照吗？所以你们都碰过吗？我碰过一次。然后你也是赶快离开吗？因为那时候我是叫某一家车队的，然后因为我们是直行车，然后有一台那个休旅车从巷子冲出来，就刚好撞在我们那一台，所以我们那台是飞出去的。所以我的手当时在里面，那当然要赶快离开。对，我当时在里面，然后头飞出去是哪一种飞法？就是整个有翻，然后连轮胎都掉了，所以你说夸张。然后就司机就马上帮我叫另外一台车，就是过来，就是载我。对对。然后就把我载走这样子，还蛮有品的。对，因为我觉得出车祸，如果你就默默离开，不是很背叛那个司机吗？对啊，那一次我还是要陪他一起干嘛？共患难吗？那请问你们七位会闪避女司机吗？不会啊，为什么会啊？女司机反而安全呢，坐到女司机很幸运。所以上车以后发现司机是女的，会继续坐？当然会啊，会好开心。那如果司机跟人家在超车或干嘛，然后就在前座？一直骂很脏的脏话的话，你们要附和还是你们要那个？怎么附和？就附和啊！他就说看电影，看他表演。不能附和吗？可以哦，可以附和，但是你不要跟他一起骂，你说对啊，怎么可以这样子？他们真的太过分。一定要附和吗？最好，我觉得应该是要劝吧，说哎呀，大哥没关系啦，我不敢啦，免得他火气上来，万一真的擦撞怎么办？那万一他就还是讲说你不敢，可是我。对，还是要劝，不然那个司机大哥越开越火，然后越开越快。
到时候可能就飙车了，所以很危险。这个负荷，我觉得就像他听广播的那个政治论坛也一样，你就跟着他讲就好了。对，一定要真的就是这样，我也这样觉得，不然的话很乱，真的很乱，灾星哦。然后我就看到没去，没完没了了，对，没去，然后他就觉得自豪没去，他就不会再讲。等于就是抱着巴结他们的心情在做。对，可是我上一次有抓一个女生的司机啊，我觉得她好辛苦哦，因为我一坐上车啊，然后开的时候，我就开始听到有塑胶袋的声音，然后之后我就闻到一股茶叶蛋的味道，然后我就觉得奇怪，我就在看奇怪怎么，就他就在开车没事啊，就好就这样子往前面那个声音的来源看啊，差点把我吓死，你知道吗？怎么了？因为他把他的小孩塞在前座的那个底下，你说地毯脚踩那边，在油门那边吗？不是，那个是下另外一边，然后他把他的小孩塞在，因为他接他小朋友下课。然后他为了想要赚我这一趟，他又怕他的小孩如果坐在车上，我看到我就不坐他的车，所以他就叫他的小孩塞在那个，会不会老公在后车厢？真的，公婆放在那个车底，你知道吗？万一碰到有些司机，他旁边载的是他女朋友这种呢？那怎么样？那我们就不会拦。真的有哎，真的有这种有对不对？有司机耶，他会停下来吗？他照停啊，他亮灯啊，他在载客啊，因为我们远看不到人，我们看到灯嘛，看到灯我们就拦啊，然后拦了之后他就会过来，这样就停了，停了之后你才知道旁边有女生，你也不好意思说你。那你又说嗯，对啊，好怪哦，没碰过这样。林一龙的碟片容量有没有快要爆炸？有了，刚才有，你听我们在聊什么吗？有。司机旁边女朋友，对，我想要听。你有什么事想要跟我们分享吗？你有什么经验想要让大家知道的吗？他只有讨厌跳表，跳表声。对，就是因为台湾的跳表会哔哔哔，那我会焦虑，因为我觉得我觉得他显示那个价钱就好，不用哔。对，就会回。你是要默默的显示价钱？对，那很可怕吧？因为我们可是我们看得到，因为他每一逼一下，我心情就会烦躁。十块，20块，是不喜欢钱在增加的意思？是那种感觉很怪，对，他一直在催促你要干什么的感觉。所以你们不要有声音。你们都在乎这件事？对，真的很痛苦，我很害怕那个声音。可是我会去算哔哔声呢。然后家庭主妇对，会去算，从台北到桃园。有几千下，当然是不可能。可是就没事坐在那边，就会开始算他到底逼了几下这样。可是他逼的频率很不，我觉得很不健康。对，有时候逼逼逼就停下来，然后突然逼了好几次，然后就像心跳频率不准。你们是不是没有别的事在忙？你们为什么那么注意？而且我觉得你的外形才不健康吧。真的，我跟你讲，真的，他那个声音真的是很令人就是觉得快要崩溃的感觉。那请问，如果你们是常去同一个地点？几乎每天都去同一个地点的，然后今天去的时候比昨天多了20块，你们会追究这件事吗？不会。像我今天来计较，不是像我今天来，他就是因为他绕路，明明他就是绕路，因为我一上次就跟他说你要怎么走，对 ，OK， 他就非要那样子走，然后那样子走之后，他还跟我讲说，哎呀，国家盖了这么多路，你不走不是很浪费吗？理由，这也很有理由哎。很生气，然后我就说好啊，那不然你知道吗？国家，你知道我们在国家这边赚钱很辛苦，每天要纳税很可怜，那你少算我20块，因为我昨天做少20块。他说好、啊。那如果他开一开就睡着的话，你会睡着？有些在红绿灯的时候会打瞌睡啊，打叫醒啊，天哪，赶快陪他聊天啊。对，你也觉得礼貌上应该不要把他叫醒，是吧？就让他休息一下。我会做一些声响出来，对。这一类的，这样子，看他醒，看他醒不醒过来，然后就可能就会立刻选一个最近的地点，说啊，原来我是要到这里，然后就下车。所以你的方法都是落荒而逃。可是下车前会告诉他说：“先生，你累了，你要去睡觉，这样太危险。”可是你们喝醉会坐吗？我不喝酒，我不知道，你们看怎么样？因为他们应该司机非常怕载到可能会吐的客人呢。对，哦对，有司机有跟我讲，可是喝了酒本来就应该要坐计程车啊。对啊，可是多危险啊！可是他们都很害怕会载到会吐的，而且他们也怕载到你醉到不付钱的。对，醉到那种烂醉，不省人事。而且有些人真的是醉到不讲他住在哪里耶。哈哈哈哈哈！名声大怒，然后就开到那边，然后他就昏死，就，然后他就滴多威，滴多威。最后你就只要把他拖下车放在路边呢。哎，可是我听过，我以前在那个主持广播节目的时候，司机会打电话进来说，他们有载过上班的女生，是最后到了目的地以后就说。
我没有钱，然后我陪你好不好？这样赚到了，不一定啊，看那女生长什么样。对啊，对哈，这样卖有很多。他说他是专门跑那个时段跟那个地带，所以他对他来讲比较，对他来讲这个看他做到哪里吧。那做到很偏远，什么桃园苗族的话，那就有可能划得来吧。那他如果是只是东区到台北某个地方，那女生应该也不会这样吧？你很内行，他去到桃园，对不对？你要看车价啊，对不对？你也会用这种建车是不是？没有。那他如果车上有 KTV 邀你高歌一曲呢？那个真的超夸张的，我有一次就碰到。有吗？有，就是我一上车以后，那时候在赶时间。然后在晚上的时候，他那个灯他会改弄很多蓝灯绿灯，你知道那种，他的车牌，然后还会用那种跑马的那种，对。然后我就其实我觉得有点丢脸，但是好像算了，还是赶得上去，好又赶时间。又一上车以后，司机就好热情，他说：“哎，妹妹，你会不会唱歌？”我说：“哦，怎么了？会啊。”他说：“感觉就是你一副唱歌很好听的样子，来，我这边有麦克风。”然后就把麦克风拿给我，叫我唱歌。他说。你一定，你是年轻人，你一定会唱蔡依林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我说，应该会吧，这样子。他说，赶快唱给我听。我说，哎，司机不要这样，不好意思。他说，不管你给我唱，他有点生气哦，就是恼怒哦，对他自己点歌叫我唱给他听。然后我就说，哎呀，不要啦，这样。然后他就最后真的就是那种威胁，半威胁叫他，说算了，坐在人家车上还是唱一下好了。结果我觉得那是我那一天，结果你就一边唱睁一只眼，我就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说哇，好棒哦，然后他在拍手，好热闹的建车。那用他们的车唱歌要付他另外的费用吗？不用不用不用，就只是稍微娱乐一下。可是听说有一些人是因为唱开心了以后，即使抵达目的地，也请司机多绕三圈，让他把那个歌唱完。我觉得应该是阿公阿嬷的辈分才会这样吧。平常不去 KTV 玩的话，这样就。可是在室内那个声音传到哪里啊？你们就在这个环境里面一直绕。对对对对，好吵哦。林依蓉想家吗？那时候离婚的消息出来的时候，对，那次是因为离婚消息出来之后，我并没有回应嘛，然后我刚好要来录影，那个问讲就一上车说啊离婚欢哦，然后就开始跟我聊天，我就跟他聊，然后最后，然后后来公司就打话说，现场有好多的记者跟媒体都来了，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所以说后来最后一通电话说你要在车上先把衣服换好，因为我通常便服跟。上节目衣服不一样，所以我就说，哎，司机大哥，我要在你车上换衣服啊。你放心，我不会看你的哈，我是异交哈。然后他就开始，对，他说他是异交的，然后我就开始换好之后，然后就到了那个现场说啊，现在也太恰。他是知道你发生了什么新闻吗？他不知道，他就说啊，现在也太恰哦，我等你哦，你楼下洗车，我再来指挥交通一下哈。然后他就说，然后他我就说啊，这边停就可以了。然后停了之后，我就说哦，好，我就停了之后，然后所有的记者这样啪全部冲过来。他说啊，给恭喜你哦，我恭喜恭喜下面总统来嘞，哈！结果他就说不，不要紧，我给你倒下缸。他就穿上他的异交人的外套，他现在指挥交通说，来，看板哦，哈，不要弄丢哦，老公要叫你散哈，不要弄丢，滚蛋！现在是在旅游，有人穿长裙了，我都快要笑死，我就觉得这么热心，对，就是温情满人间。有新闻在身上，不是就应该要走一个比较隐秘的路线吗？是我们是走后门，但是他们还是发现了。因为明星能走的还不就那几个门，对，不然要是正门就后门降嘛，我又没有那个，你知道的。法律。你真的很爱让我们玩接接看的游戏，压力也太大了吧？你叫我们填空白。不过我最近坐计程车，有人叫我张太太。他们这么投入你的新闻，我觉得好奇怪，我就觉得。所以司机是不是很喜欢 follow 演艺圈的事情？对，我一上车他就说：“嗨，张太太。”我说：“啊。”我就傻了，他说，我说为什么叫张太太？我他说你跟张老板的事情呢、啊，我们都很支持你耶，我拜托，怎么样？是一个女司机哦，对，所以你叫就是假热情的回应他一下。我说、哦、没有啦，人家已经那个对有女朋友，我们不可以去破坏人家的感情。那请问你们坐计程车有史以来有给过小费吗？有，什么状况？过年过节的时候，过年平常不给，圣诞节什么的，有那种跟人家要求做非分的要求，然后说我给你两倍这种吗？哦，就是赶时间什么的、啊，说你15分钟内赶到哪里这一类的。就有一次有叫人家赶时间，可是他没有做到啊，明明10分钟的路，他绕30分钟哎，然后那次就我跟我们金姐，然后还有浩平跟徐浩平啊，然后我们对他很。
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要到同一个电视台，然后是我们揪他一起上计程车。你教许浩平上同一辆计程车？对，因为我们要到同一个。你怎么会冒这个险呢？对，同一个电视台。他如果赶时间，他有别的交通工具，你知道吗？他跟外星人很熟哎，我们可以请飞碟来接。他直接那个空间就转换了嘛，对不对？然后就我们就很不好意思，我跟我经纪人就开始。大演那个演那个很着急，可是浩平哥一直都坐在那边，他就在谈论他出国玩什么，他都一点都不紧张。然后可是我们已经十分钟的路走了三十分钟，那个计程车司机都绕不到，就我经纪人就在开始一直已经在跟对方制作单位在那边讲说对不起我没记得啊，然后我们两个就一直演他怎么会这样怎么样，然后浩平哥就坐在旁边，我那时候出国的时候就是超镇定的哦，就后来就因为我跟我经纪人演的太像了。就我们下车的时候啊，那个人就没有收我们的钱，因为他就觉得很抱歉，对我们很抱歉。哦，对 ，OK。哎，两位男生，我问你们哦，如果你们搭计程车发现开车那个人是你们的高中同学或者是小学同学的话，你们会怎么办？那我绝对要电话，我每天都坐他的车都可以。你除了要电话，还有别的招式吗？他就是每个人的电话都要，但是因为很久没有见了高中同学啊，这情况有点微妙了。嗯，就因为有的人可能开得很开心，那。你跟他相认，他可能就很高兴。嗯，那有的人可能他觉得他不想被你认出来，你会很为难。我会支持他，因为现在景气真的不好，那个就以后多叫他。真的，对，会多叫，而且公车司机真的越来越年轻，七年级开公车也有现在。真的吗？七年真的七年级。所以我才碰到帅哥。对啊，身材好好的，也是都身材你也看，就是身材就是个年轻人的身材，不是那种司机的身材。当然都大。我们以前小时候坐公车是不是旁边有个大机器的时候，很多肚子都已经顶到那个方向盘上面了。是不是？现在没有。你说是潮男的感觉吗？对，潮男对。然后现在的计程车司机也越来越年轻化，七年级生都有。然后他还说他有的跟爸爸两个都在开。对。对啊。我想离一个机再回家，我们可能要快一点。我帮你赶一下。我帮你赶一下。搭计程车。所以大家现在搭计程车的比例应该还是生活中最交通工具最高的，是不是？我目前是因为我现在住台中，所以我要坐高铁，所以我必须。现在住台中？你来中天录影，你要从台中来？是的。哇！我来台北的任何一个电视台都要从台中来。那你中间有多少时间是飞行的？不是飞行，我坐高铁。坐高铁。好辛苦哦。不会不会，这种感觉非常好。高铁上的人看得到你吗？看得到。你不用等门开再进去吧。这样来去去，他那个栏杆都挡不住他。通常都买普通票，他可以忘完就先穿进去了。坐那个头等舱又没有人会发现。好啦，大家善待那个搭乘的计程车司机，他们辛苦了，谢谢，谢谢。